好饱。我也饱了，吃饱了困了，这样。哎呦，我已经吃饱了。我吃饱了。咱们玩游戏。哦，来来来来来。这个是关，这个是开，那么。开，这个当然是关啊。关，为什么？你们还是没懂。去，你看看。再一次，等一下，我好像抓到一点。这个是开，这个是关。那么这个是开。关，对。有什么关系啊？怎么可能啊？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指的都是有关系，他们有什么关系？你们玩过那数码的游戏没有？数码是什么？哎，你们都没玩过数码的游戏啊？来，三只，不对，五只，不对。一只这怎么会是一只？当当当当当当当，对，我因为我也是老忘记。再一次，再一次，看我啊，看我啊，听仔细。一二三，哎，再来一次，我知道了，再来一次，就算猜到了也不能说出来啊。好，好，再来最后一次。等会儿，我知道了。等会儿，我等会儿我出个答案，等会儿我想想。我要看他的动作，他这样子。七只，不用，你七只。对，好，你跟我们一家，你跟我们一家。你装的，你对了不？他有点对了。来，我再出道题，我们来一起考他，你加入我们啊。没有，他还没加入你们。如果这题他能够跟我们一起对，他就肯定啊。听好，一二三，一二三。好，可以，好伙伴。玩游戏吧，抓鸭子。抓鸭子我会玩。错的人喝洗脚水。从我开始啊，预备起，抓子，抓几只？抓八只。对了，嘎，啊什么啊？嘎，说啊是不对的。我是嘎，但是发音不标准。半盆啊，好，来，从朋友开始。哎呦，我好紧张。实在不忍心何老师在这里数，何老师手是这样的，何老师数完了一圈，我看着数对了，然后到第二圈的时候，嘎嘎，我在想我是只用手还是也用到脚，因为脚也可以用，你知道吧？你选，来这种，就这样，女生的舞我还赢不了你。Round four, lady go。哎呀，一起狂欢，一人装置燃不起来。但目前是千禧高哎。哎，会不会有多一个星啊？平分秋色。哇，千禧一万多，没有地方画了。咱们这个游戏呢叫猜心游戏。我讲一下游戏规则，就是姐姐们，你们要说出一个最不喜欢听到老公曾经跟你说过或者是做过的一个事情，你把它写在这个卡片上，写完了之后呢，姐夫把它戴在头上，就这样。
可以，没问题，我最早写好的。来吧，开始吧。衣服搭一点点边。衣服大小。救救我！对你曾经说到过，节目里他也说啊。你吃饱了才能减肥，这也是对的。关于应该是关于减肥的事儿。啊，对。八个字。八字啊。平时的口头禅。你差不多就行了吧，你差不多就行了吧。你差不多就减减肥。你最简单说就是特别无所谓的说。你是不是该减减了？对，快拿下来！对，全对啊！你为什么经常把这个当成口头禅？你是嫌弃我吗？我没有，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那你为什么老是要对你的媳妇儿说你是不是该减减了？那你自己说的嘛，礼服穿不上了，那又不是我说的。哦，这倒是。正话反说，蛮有意思的呀。你们先来提问我。啊，那太好了。哎，正话反说，我知道。正话反说，你为什么娶童晨杰？因为他长得太难看了，而且非常的普通，又懒惰，又不爱学习，所以我很讨厌他。